为是会很顺利，但是很紧张，然后他也很紧张。啊，不哭不哭。对。没有预料到他会，没有因为我在家里有练习走一下，可能就是很差声啊。而且你们儿子没有体带，因为这只是古人的很厉害。觉得也是留下一个很重要的记录，因为那个就是等于是我们跟古人的一封情书。你这样是很嚣张，我是。原本怎么没想说一家三口一起走？因为应该顺序不太一致。今天一身红，好兆头，好兆头。对啊，好红哦，今天。刚刚女儿大哭哎。对啊，我真的是刚刚我真的是紧张到一个，而且她就是已经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。我以为她会从头哭到尾，但是就是她有让爸爸把话讲完，然后才开始放声大哭。我觉得她表现得很好。对，如果是我也是这么紧张。他这个礼拜都在彩排这件事情。那如果气象都拿，爸爸回家会不会想？还是生两个？应该已经疯了，肚子都歪了。对，此处已疯，此路不通。